我睡得太久了。一天里，我最喜欢早晨。为什么？因为能看到一个男人，从一个孩子变成一个战士，前一刻还让人心疼，后一刻就让人崇敬。做铁青的女人绝不会亏待你。铁青要有孩子了，我的自愿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你，你说你要什么，我都拿来给你。你要小心那个朔风荷叶，别让他夺了你在各部中的威信。朔风部上你族人已经过了很多年了，该放下了，我们现在是盟友。之间没有过咒怨，如果现在念着旧恨起了内讧，我们现在还是一片沙子，任人踩踏。铁青说的是，紫妍小气了。不行不行，主君，主君，主君，是吧？探矿部有没有消息啊？发现了一处矿脉，已经做了标记。主君，能不能让探矿部的人先回来休息一段时间？不需要，就地开采。可探矿部的人在主营外已经半年多了。让他们把家人带在身边，就是这个缘故。还有贺兰骑兵看守，越早干员越安全。是。苏信部的。都是些工匠，别理他，软了骨头。你们的主营在哪儿？你们的主营在哪儿？母乳铁骑都变成女人了吗？
为什么不痛快一些杀了我们呢？我们的血将为我们照亮通往神殿的道路。贪大天神在等着我们，但是你不要忘了北路规矩，你不能杀女人和高不顾马背的孩子。一个女人一天要吃掉多少粮食？陛下所要的朝臣名录。只是不知道殿下为何突然索要这些名录。认识认识不行吗？殿下究竟要干什么？陛下已然不能理朝政了，难道殿下不知罪吗？我无罪，但是我在朝堂上倒是听到了不少罪。殿下难道是要找这些臣工报仇吗？你要非这么说，那我就也不解释了。银龙娘娘已死，盼喜姑娘也死了，惩处别人于事无补。他们本不该死。我看不起你。如果你的母亲被逼杀，你的父亲受人侮辱，你会忍吗？于心姬的父母早已死了，饿死的，即便我不能忍，也不知道找谁去寻仇。殿下，如果你生在寻常人之家，自私任性，败的是你自己；如果生在富豪之家，自私任性，败的是家族；生于帝王之家，自私任性，败的是国。于心姬在，那你想要什么样的国？人人能吃饱饭，不会在饿死之前把自己的亲生骨肉放在富贵人家的台阶上。可那日我在朝堂上听见了所有人的心声，没有一个人心里惦记这件事。所以我觉得有些人什么都有了，就是没有满足。既然善恶难辨，对错难分，那就交给世人去判去分。我要让世人都知道他们心里所想的秘密，让他们知道是谁在让天下人失望。殿下此时心里装的真是天下人吗？
怒如铁骑训道：“当你举起屠刀的时候，就应该知道，自己必然死于屠刀之下。”这句话，我送给殿下。我看一看，一个人究竟被欺负到什么地步，他还忍得住。如果我的女人被人杀了，我的母亲死后还要背负骂名，我一定要让全天下人都知道，我从来不善良。父皇还是不见人。太子莫怪，陛下还是谁都不肯见。可是我们袁大人心里有很多故事要跟陛下讲。奴才去给太子看个座。不必了，我明日再来。诺。袁海星大人，是你向天下人抖露出我属下吃空饷、瞒盐税之事。哎呀，你显得挺委屈啊。穆云说入我府中，我半夜醒来，他在室中紧盯着我看，他带我走，我就跟着走，他带我到陛下的寝宫中让我说话，幸亏陛下不肯见人，穆云生不肯罢休，他又带我到酒肆茶馆、红楼妓馆让我说话，我说了，我全都说了。哎，自尽吧。走之前写封信，就说你疯了。我刚代政不久，丢不起这个脸。不，不是我一个人被他魅惑，还有其他人。穆云生找过多少人呢？现在知道的已经有七个。陛下如此信任我们，把端朝交到我们手里，这好日子才刚刚开始。人呐，得懂得珍惜，好日子就得好好过。啊，诺。属下明白了，穆云生不能留，属下这就去办。你说雪该怎么画？白。那在白纸上怎么画白呢？别处是黑，雪就白了。
跟了我这么长时间了，可是我却总记不住你的名字。溪柳，殿下更常叫我蓝玉儿。溪柳，名如画，我却也记不住。殿下心里装了太多不该装的东西，黑色太多，雪景就显得凄凉了。你知道我是能听见人心的吧？溪柳微不足道，殿下不屑听。为什么？有人说让天下人害怕，恶人向善，天下人才有好日子过。百姓从前只管过自己的日子，宫中争斗他们宁愿不知道，如今知道了，就像孩子见到自己的父母吵架，心里只有惶恐。他们说如果世上没有殿下才会有安宁。看来也是为了百姓。放他走吧，留他一条命，让他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安宁。诺。圣殿下，溪柳只是这一盘大棋里最小的一个棋子，未平斋不会再有安宁了。前几日言道袁海清父亲不见，他忽然疯病发作死了，父皇可是错过了很多好听的故事。今日这个人，父皇若是再不见，会后悔的。五品粮道吴如敬，父皇颁发军粮的旨意可是落在你头上。敢问给慕如大将军的粮草，你到底是发了还是没发？卑职不用告诉我。试射慕如大将军，你还是跟我父皇说吧。殿下来了多少次，带谁来陛下都不会见，殿下还是请回吧。奴才说了陛下不见。没关系，我在这里等。父皇，生儿，上来吧。不如意。就在那待着吧。奴才，皇后不需要知道朕见了谁。奴才不敢传话。
传朕旨意，秦如镜克扣粮草，补军机，交由卫戍都尉母如韩川处置。陛下饶命！诺！陛下饶命啊！陛下饶命啊！陛下！朝中好听的故事还多着呢，父皇还想继续听吗？听。现在不用做事了，时间会很多，正好听故事。好。少主。陛下，没说你是少。我姓什么？我慕如儿郎在汉州血战，此人却扣发军粮，置我两万慕如战士于生死之危。如今，我定会好好的善待于你。拔刀！乱刀砍死！诺！杀！父亲，陛下还是挂念我们。只要父亲您能挺过这一时的困厄，以后就都好了。三倍于汉中人的兵力，只要激他们应战，必有胜算。将军，轻骑小队这几日发现了五六个汉中人的小营地，都是出来打猎的。这大雪封路，贺兰铁原恐怕也要断粮了，不然不会冒这个险。嗯，好事。我看他们也藏不了太久了。但是这些汉中人也算是硬气，硬是没人肯说出那主营的位置，拎着他们的脑袋奔走两三日，那贺兰铁原仍是没什么动作。大将军，此方法真的可行吗？
可行。汉州人最怕受人羞辱，这次他们若见了自己女人和孩子的尸身，什么？必会出兵。你说什么？我杀了女人和孩子。你再说一遍。您尽可以鄙视我，这些性命所带来的恶名，我慕如寒山会背一辈子，我一个人背。作战不就是要赢吗？粮草将尽，难道我们慕如将士要白白饿死在这草原上吗？你们有谁能有更快击怒汉州人出兵的方法？你们有吗？慕如寒山，马上把你的带兵印信给我交出来。父亲，战场见人心，你太令我失望。寒山，寒山，寒山，你父亲只是一时震怒。我会证明我没有错，我没有让他失望，从来没有过。肃清部主君肃清子言请求铁青发兵与慕如铁骑决一死战。15岁，我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族人被屠，当时我就发誓绝不让肃清部再受人欺凌。我花了5年时间找回了散落在汉州的肃清族人，把他们培养成最了不起的匠人，带着他们造出了北路最强大的武器，为他们找到了你。草原上最有力的羽翼，我以为我兑现了我的诺言，结果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的族人还是会无辜被杀。铁骑，我全心全意仰仗于
铁青是怕了，是不是说风何爷？是不是他又跟你说过什么？你不要忘了，五部联盟真正拿主意的人是说风何爷，不是你贺兰铁云。除了我以外，各部诸君都会与他先商量，在大家心里，真正的铁青不是你。紫妍，你穿的盔甲太重了，小心身体。我是你的女人，但是我也没有忘记，我还是苏青部的主君。紫妍，你还没有忘了说风何爷的仇怨。我迎娶你之前，我也屠过你的族人，你也没忘吗？没忘。我一边恨你，一边爱上了你。本想什么都放下，一生和你赤诚草原，雪停了，可是汉州的冬天已经来了。也是慕如的冬天，他们也已经快没有耐心了。大雪封了我们的粮道，铁朵去找新路，该回来了。我在等着为他开营。他是自己一个人去的吗？不如你替我接一下铁朵吧。
有没有水？河水都冻了，我这一路上只能吃雪，冰的心窝都凉。你特意出来接我的？我是出来捡金丝玉的。真的是为了出来捡金丝玉？对，出来捡石头，顺便接你。这是我最近几年听到最暖和的话。你不喜欢我这样，那我就严肃点。你喜欢我什么样子，我都能做到，你信吗？别再去外边瞎晃荡了，如铁骑在到处捕杀我们的族人，危险。不打通新的运粮道，大家都危险。只有我对汉州的路最熟。要是带上别人，反而是麻烦的。你凭什么说你对汉州的路最熟？因为我小时候常常出来找你。倒是你，不应该出来接我。你要好好保护自己。我现在做的一切，我帮我哥哥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将来有一天能以你为王。真的是出来捡石头。你明白？我还带回来一个好消息。